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，这些年经历过不少翻拍，但是最经典的应该还属八六版的。六小龄童也因为孙悟空这个角色走红。近日六小龄童发博称，将通过精细的面部扫描、动作捕捉等技术重新在大荧幕上演绎齐天大圣，并附上了电影《真假美猴王》的海报。该电影由如意影业出品，有拍摄过《动物世界》《滚蛋吧肿瘤君》的导演韩延执导。另外更让人惊喜的是，马德华也将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再演猪八戒，大师兄和二师兄时隔多年将在电影中重逢。不过早些年六小龄童一直在宣扬自己将参演西游题材的电影作品，敢问路在何方，并强调这是中美合拍的作品，而引起了不少反感。现在真假美猴王的海报放出，有网友发现海报上有一行小字为曾用名敢问路在何方，便开始用调侃的语气问六小龄童，这还是中美合拍吗？不知道在这么多质疑声下，六小龄童的新电影还会不会被网友买单了。